属于每个香港人的童年回忆，冇人唔识得嘅大富翁，最近就同帝京酒店合作推出大富翁主题自助餐。玩大富翁又点少得攞机会卡呢？共有四款嘅机会牌，攞得到就有唔同嘅美食奖励。主题造型嘅甜品最抢眼，梗系呢个蛋糕啦！大富翁先生由棋盘弹出，救晒盏鬼，回忆即刻翻晒嚟。食物就以香港唔同嘅地方特色为设计灵感，地王太平山当然由矜贵嘅龙虾做代表。放咗工就去 SOHO 区 Happy Hour， 趁翻个海鲜拼盘送下酒先。作为避风港，就唔少得几款香口野味嘅小炒啦。